另外，这家苗栗后龙镇的70年历史饼店，也藉由医化改变了老店的风貌。原本他们的买气只局限在当地，但是因为参加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医化辅导，打开了网络的市场。加上藉由举办了妒忌选美啦、正妹代言等等这些活动，增加了跟网友之间的互动机会，于是开始让订单大幅增加，业绩成长至少20%以上。随着规律节奏轻轻甩动，竹筛里头的饼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一个跟着一个围着圆心全都集中在一起。这个动作台湾话叫做帕摩啊，主要是把芝麻要沾上去的啊，那个台湾话就是人讲帕摩啊，你讲来变做爱帕摩啊，啊帕摩啊是跟就用这干磨。这样的技法在讲求产能的工商社会当然已经很难看到，但这家饼店的老板陈高雄至今还是坚持传统，因为他身上所肩负的可是父亲传下来的70年老招牌。我爸爸常常跟他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他把那个番薯饼啊就传下来给我嘛，那我是不是自己也要有一点东西，说把新的东西哈，把新的创意把它弄出来，把它做出来以后，以后是不是有机会的话，就留给第三代，让他们去发扬光大。老板所说的新创意，就是他手上这一颗颗圆滚滚的酥饼，但仔细一瞧，馅料可不是传统的豆沙馅，里头竟然还加了东港名产樱花虾。它是，牛奶的10倍啊，鸡蛋的40倍那个钙的成分，啊。那我想说把这么比较高级的食材啊带到那个食材里面去的话，应该会让消费者有一种啊养生跟健康的概念啊，把这个因素加进去。虾米香气融合在微甜的馅料中，滋味微咸微甜，名字也很有趣，叫做海角酥。这70年历史的苗栗后龙老饼店果然飘出了不一样的香气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总是有熟悉门道的客人固定被这饼香给吸引上门，这是老店70年来不曾改变的情景。我是以较早捌伫遮大过，啊，即摆等下当当过来买者，伊个饼做好食。我要去拜访亲戚朋友，我都到他们这里买伴手礼，然后去分送我的亲戚朋友。这豆仔饼，嘿，豆仔饼，中央包绿豆，啊，这种是包金瓜两种，嘿，这个比较新的口味。忙着向客人介绍产品，她是大女儿陈佩琪，是老店的第三代。2年前，她辞去工作，回到老店帮忙。也正因为接触了老店的经营，她对爷爷留下来的家传事业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我待过很多地方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人家可以做这么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行？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，陈佩琪和两个弟弟想用网络为老店寻找新的出口，因此接触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辅导计划。但万事起头难，光是要过老爸这一关，年轻一辈们就花了一番力气。一开始在做的时候，他会说：“啊，做会不好啦，你拢骗骗啊，你做啥？你店面够好就好啊，店面若够有正吼，店生意又好，人客就会来啊啦，迄拢骗人啊，你莫去做迄啦。”可是我还是很坚持相信我自己的想法。我自己之前弄了一个官网啊，也没有什么效果啊，哦，那有时候我们只是说一个梦想而已啦，哦，所以我就比较不相信，当初就不相信那个医化的功能有那么伟大。没想到刚开始对网络的质疑，却因为医化情况完全改变。苗栗后龙的老饼店吸引了更多的年轻客群。我这个店在苗栗后龙这边的话比较乡下，人口比较少，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商机也是不怎么好。那我们都是要靠我们哈品牌，哦，就是那些老顾客。渐渐的哈，我们有医化了以后，我们得到那个网友的青睐。那变成说网友会一直来跟我们这边，啊，来做一个消费。
开始将自家产品放上网络销售后，陈老板借由网络打开了广大市场，再加上去上了说故事行销的课程，更加了解怎么包装产品的故事，还有与网友互动的技巧，因此业绩至少成长两成。他还建立购物车机制，方便客人从网络下单，透过 email 联系，减少行销和联络上的成本支出。网站的包括我们的流量，还有网络订购下单，还有上面的一些讯息的公布，都可以随时这样去做，所以那当然对我们帮助就很大了。这样的帮助真的很大，因为就连店里的老客人也都可以透过网络订购，将老店的酥饼用宅配寄给远方的亲友分享。用网络啊，我们拢哪有去哩，都甲退去哩安尼，有当下也寄去啊，原本对电脑一窍不通，连开机都不会的老板娘，居然也开始使用电脑结账系统。网络宅配啊，你好，好，谢谢光临，谢谢。那慢慢啊学，慢慢啊学，啊，得学一挂嘿，人来买吼，啊爱结账啥呀，我得加减那学。连人也跟着异化起来，但老店的创新还不止这几招而已。几个可爱的小弟弟露出圆圆的小肚脐，这不是肚脐选美比赛，而是老店和大学生合作想出来的酷手创意。卖肚脐饼结合肚脐选美，这样的点子果然让老店在网络世界里一炮而红。我们有在网络上有做活动，就是像肚脐饼的甄选活动啊，还是做一些正妹代言吃饼的，或者是说我们会做一些什么小故事之类的。不止成立官网，老店还懂得赶流行，成立 Facebook 粉丝团，增加和网友之间的互动平台。一方面是曝光，一方面是让网友认识你，他想要来了解你，想要来跟你互动，你才会他才会回流到你的官网，才会去下订单这个动作。从店面红到网络，回到老店帮忙的陈佩琪，对于老店一化之后的改变，他很有信心，也有了新目标，让他原本很古早味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精品，这是我们未来的去，我未来的梦想，就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。靠着一条网路线，不止这七十年的老店有了新风貌，而这原本属于苗栗后龙人的浓浓饼香，也能飘香到全台各地，跟更多的人一起分享。